是高桂林市中心和高桂林市中心的购物广场。天车和公交的换乘中心都在这一站，就是高桂林中心站。这是站在高桂林购物中心广场的顶层上面给大家拍摄。对面的天车刚刚驶出林肯站。这个顶层呢，设计的也是停车场。2019年10月30日，我给大家拍一下高桂林的购物中心。比较喜欢在这家超市购物。Best Buy， 美国最大的家电连锁超市，这是一家美国上市公司。Thank you.
店，这是 H&M 店。进到了购物中心的里面，给大家拍一下。Yeah.